最喜欢道明寺的勇敢，不顾一切吧，追求山菜，然后不怕任何阻拦的那一种。最不喜欢他就很傻，一根筋。我自己可能没他那么勇敢吧，但是我可能为了我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我还是会不顾一切去追求。那就努力把自己变优秀，然后让自己不稀罕他了呀，没有被diss过。